那怎么写？首先的话，最好是一键完成。我按下去之后的话呢，我刚刚讲的东西写完就按下去，哎，东西就出来了。不过会有几个问题，可能要需要解决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全部串完之后呢，哎，那怎么串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基本上程式，如果你之前有概念的话 ，for i 等于二列到最下面一列啊，这个应该写过 n 遍了嘛，哈。那 next 再来 s 等于 s end， 这个我想前面也做过嘛。那前面是加总的时候，你可以后面加一个加，然后就串接，就是累加。那如果这边是串接，串接的符号就是加一个 and 哦啊，这个规则我想都大同小异。那把那个 sales b 栏的里面的东西怎么样？因为由 i 去决定它的列，所以从第二列的这个 b 2的储存格里面把它带过来，然后 s 预设是空的嘛，所以再把它累加，后面加一个。这个逗点，啊，最后输出到哪里呢？最后会输出到我们的 C6 的储存格。不过这个 C6 哈，你当然将来你也可以怎么样，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最下面一列。那最下面一列的话呢，当然你可以把这个搬到这边来，把这个6改成上面这个最下面一列哈。那我们来试看一下啊，输出之后的话就把 S 输出，可是会有个问题，什么样的问题呢？输出的结果当然看起来是 OK， 可是哦会多一个东西。多一个什么呢？多一个那个，哎，有没有看到这个逗点？对，所以这个要怎么把它删掉呢？那方法很多啦，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哈，如果你实在想不到的话，你就是这样子，这样是最简单的，对不对哈？不过你会想说，哎，反正没关系，一键完成之后有没有？然后再给它，再把它怎么样？再把它那个删掉了哈。不过当然有一个问题哈。就是这样好像有点半套啊，如果你想不到的话了。不过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很多啦，因为它是一个字串，我要把最后一个删掉的话，那其实哈，我后来是想到就是说，你们可以从左边算过来，那需要的长度就是总长度减一个就可以了，所以最后那个就会不见了。哎，知不知道这些写法？这种写法有点像是函数的写法，因为它最后它多一个嘛，哈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最后面那个删掉？我的想法啦，每个人想法也许不一样，你们也许可以想想看有其他方法，因为之前有同学是用另外一种方法了，我也忘记他什么方法。那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逻辑思考不一样，那我看到是我希望从左边一直算过来，那总长度就是把原来的长度减掉一个，好，所以我的写法是这样子。那当然你也可以分开来写啦，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总长度是字串的总长度是多少，也许是一个 x 好了，这 s 等于多少，等于那个总长度就是用 len 刮弧 s， 对不对？你就把这 s 放进来，那我就知道说哦，这边里面总共有假设是100个字好了，那我就是要用 left， 比如说我今天用 left 的话， left 刮弧，他会问你说，哎，你要切这个字串，那要切多少呢？切的字串告诉他，逗点之后的话，告诉他说总长度减掉一个字，对不对？那总长度是什么？是 x 减掉一个，那这样最后面那个不就被扣掉了吗？好，哎，这样的话我们来试试看，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？哈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执行过，你会发现哈。刚刚的那个最后一个字就不见了，有没有哈？那当然我讲过，就是说程式哈能够写一行就不要写两行啦，所以哈有的时候我会把怎么样这个 x 带来带去，倒不如怎么样把这个 x 哈用这个来带丢进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不要一个 x， 啊这个不要，这样的话哎又少一行了。不过我是怕各位比较不容易看懂。所以我又刚刚讲的是，就是多一个变数，先把值放在 x 里面，然后再带过来。那哪一种写法比较好呢？其实哈，我的想法是，程式越短越好。但是，有的时候每个人理解都不太一样。你看哪一种你比较习惯呢？你就用那种习惯的方法。好 ，OK。当然，就这个方法是可以少写一行。但是如果将来哈，比如说你这个字串长度哈，会有很多地方在用，两个以上的话，还是建议怎么样？就是宣告什么一个
变数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以后就另外第二个就是说，如果这个地方很长的，比如说像这个，就是列的最后一列，比如说这边也要用的话，啊这边也要用。那如果说你直接怎么样把它搬过来，哎，感觉好像很长，有没有？按复制，这个地方是最下面一列。比如说你现在哈，哎，如果我们现在这样的做法哈，如果我因为这边假设我又增加了几个 email 信箱，比如说这些信箱，那如果我再按一下文字串接的话，它一样会帮我串完，可是输出的 C 还是到 C6， 但是我希望放在 C 的最下面一列的话，那我当然势必怎么样，这边先把它删掉一下好了 ，OK 好，那我势必要让它怎么样，自动往下去侦测，那往下去侦测的话呢，6这个数字就要改成最下面一列，那改法哈，前面应该我们有做过类似的，空白键 and 什么呢？再把上面这个东西有没有搬下来？这个东西就是最下面一列嘛，哈，把它放到哪里呢 ？And， 啊，这边记得空白一下 ，C 最下面一列，好。可是哈，有的时候这个变成很长嘛，那如果说你希望让它变得简洁一点的话，啊，也许你就增加一个什么一个变数叫 R 好了 ，R 等于这个刚刚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它一样会把最下面一列先丢给 R。然后呢，你再把这个 R 放到哪里呢？放到这边，跟放到哪里呢？哎，放到这边。哎，程式有没有感觉好像缩短了一点？哎，感觉好像可阅读性又会比较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哈，如果说将来呢，你会有用到类似像这样的东西，然后呢，它又很长一串，那你如果每个地方都摆的话，感觉真的蛮碍眼的，而且有。就是对于阅读上面真的有干扰，所以你就把它传给 R， 用 R 去产生之后再丢过来，哎，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简洁哈。OK， 请各位试一下看看了文字串接部分，那最后输出的话，你会发现它就一定会在这里了。那如果你又增加，哎，它又在最后 OK 哈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会符合我们要的哈预期的效果。来，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。